是建立的早酒文化。其实是传说中的粪枣。多少斤啊？这个160一斤。嗯，那给我们搞80块钱。成80块。只要牛肉吗？只要牛肉。好的，打包还是在这吃啊？打包。我可能咱吃一管。好，咱吃好，咱这一管。我们称一切那个半斤吧。好，切半斤这个。啊，不切。切这个。这是刚刚切出来的。这是刚刚切出来，好不好？切，我们先切这个，我们看着要切。130。好。你还有什么吃的呀？我直接切。还有那个鳝鱼，还有牛筋。不来份鳝鱼，鳝这怎么卖的？这个还有那个啊，这是多少钱一份？好多一份。20、30、10。不来20就行了。20不多啊。来20啊。中午还在呢，不成啊？这个也称重，我给你切了，你不是要切吗？160一斤就是那个，我来80块就是半斤吧，是吧？80是半斤，我来半斤行了。好，我们切80。要现切的吗？你们这水牛肉吗？是的呀。水牛，把水牛好。水牛都不麻的。我尝尝这个建立水牛肉，好不好？好的很。好的很啊。对。那全国牛肉，你也是太贵了吧？来，我这也来了，又来了，看看。这块也好。我就在那吃啊，喝早酒，体验你们的早酒文化。可以。我们外地人。再搞一个20，这个就在外面。20只有一点点啊。这个20。对。这个20配点花生米就赚了。这个二斤的吗？吃什么呀？这个。这个是40块钱一斤。40块钱一斤啊。一斤，它是我们来回来，我们都是把它。不是你卖怎么卖？你卖怎么卖？我们20块钱就是一小。好，搞20。就搞一点就行了啊。我就是你卖40块钱一斤的，我跟你讲。不是，他卖给我的是40块钱一斤。哥们，你家有没有那个？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牛百叶啊。牛百叶有啊。牛百叶多少钱一斤呢？牛百叶还是在这个店给你了。也160啊。160，你给我来2两，好吧？我们30，30不要。来30。啊，来30块钱。2两怎么说？你有这个30块钱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这一起多少钱？我先把钱付给你。先吃了，你不要吃面条了吗？啊，下碗面。下面吃了再说。我们今天就不喝早酒了，还喝？你家有没有酒啊？有酒啊。酒怎么卖呢？什么酒？散酒有没有？散酒有3块钱一个的，有10块钱一个的。3块钱一个给我来一个，我俩分享。你太会过了。我不会过呀。骑自行车上夜总会，该省省该分配。菜要吃好，酒要喝畅。这个要不要辣椒？辣，我特辣。好，我叫上。百叶是吧？百叶，这多少钱呢？160一斤，这30。30块钱。老板娘，你年轻时候肯定是个大美女。啊？你年轻时候肯定是个大美女。我现在也老吗？你现在不老，你没打扮呀？打扮呀，咱要在省城，你这个超级大美女要在武汉吃。搞一杯，搞一杯，偶遇这个建立的粉丝了。金项链，金手镯，也是个建立喝早酒的人，都是大佬级别的。大佬级的，搞一杯，再拿个杯子，不少，我有事。好，不喝，我们喝。人生苦短，把酒倒满，你看，看看这酒花，哎呀，我们华弟来继续畅饮。郑军，一看你安徽的人跑到我这里来，跳回来喝早酒，知道吧？安徽的来，你接电话。郑军，你是安徽什么地方的？他不要脸。颍上县，你知道？你看你听讲话我就亲切，非常的感。对。我来建立遇到你朋友了，他给打个电话。我是哥。喝早酒啊，好，谢谢啊！有空到颍上，我找你畅饮。我马上给你朋友要个电话号码啊！好。喂，你有会有？大兄，请酒过来我这里来。哦。当然晚上来，下午来的。来了喝酒了，到早晨跑掉了。啊，喝一杯吧。不喝。他开车。开着喝酒。啊，改日有机会，咱们江湖再见。江湖再见。谢谢。来吧。人生苦短，把酒干满，开心不？开心。现在徒弟在这边
贴了一边，咱们一起喝酒，可以吗？ Okay。 说明你厨子还行啊。可以，我的妈的！160斤的牛肉我都能请你吃得起了。啊！以前那时候60我都请你吃不起，现在160咱能吃得起了。你现在是厉害了，自卑体重也佼佼者。160斤，我还领他妈一个。160斤。这个价格得成功没有贵，肯定还是有牛肉加劲，酱汉面豆汁水牛，不过这个稍微有点小贵。我们广办牛肉现在只卖120斤，它是160。你广办牛肉，你广办牛肉怎么跟现在牛肉？广办牛肉虽然好，但是它没有早酒，没早酒，有肉没酒它配不上啊。再好的牛肉，没黄山串的好吃，看美味。今天我跟华弟来喝第二场了，也喝多了。你看，华弟说的喝的说的特别放心，你们下次来体验就体验一场就完了，不能体验第二场，一场最少八场，没有八场下不来。关键是指引难寻。下一场我再去找你。好 ，OK。啥时候喝到整个健力早酒打烊不喝？来。牛肉的贵是贵的，好吃的不是。今天摄影师不说话了，摄影师，你也喝点。我不喝，我看到就罢了。闻风丧胆。今天我们的摄影师大哥也是武状元似的，虽然不吱声。好，面来了。我咱这面细，我分两碗，分两碗。再拿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分两碗，分多两。再拿个碗。一个碗给你。各碗各碗。美女，你听不懂中国话吗？很可能我普通话讲不好，所以我们还会奋苦。他不好，谢谢。我们要讲卫生，公筷。我师傅还嫌弃我啊，必须公筷。不嫌弃。不嫌弃。不嫌弃。哎呦，说起来又惭愧。啊，我来这个，你来这个。给我吃了，你减肥爽。我花弟减了40斤。我要向他学习，我回家就减肥了。我回家我就不吃不喝了，天天晚上吃个水果。我跟我们不讲话讲，就是饿死也穷，饿死也穷。我要减肥。他这个太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再喝一点，好吃。你们叫不闹熊，不闹熊，哎，不闹熊。来吧，加油。你大油好，这么好的菜，来吧。虽然是保酒蔬菜，吃好喝好。我搞点湖北都不想走了，不想回安徽了。哎，剩个底儿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